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财幽灵。这一期咱们给大家带来人聚专家天天的几个必杀技的演示啊。首先看一下普通的这个忍术啊，操具袭千刃。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普通的奥义啊，好大的狼牙棒，暴力妹子一枚。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天天的这个逆转奥义，都是些重量级的这个忍具啊，砸得好爽。好的，最后咱们看一下天天的觉醒奥义。天天的觉醒奥义是需要释放40次这个忍具啊，才可以的，才能打开这个状态，然后释放觉醒奥义。哇，这个超爽，漫天的苦啊！好的，咱们这一期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